来，郭老师抱一下。OK。韩国瑜是当兵甲黄国昌揽一个，也毋过伊毋是干那揽一个。韩国瑜先主动倒手甲打，紧甲正手甲握手。黄国昌原来是看到安尼笑嘻嘻。国民党的韩江佩要争取立法院长，来到民众党团拜会。国民党这边来拜访，是对主人家意思关门会议，外界在邀功都利益交换。那亚东来，我那烦恼讲，敢会阁发生？那被合作军挖事件2.0，使到民众党哪个方面的？想太多了，我们十位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，既甜蜜，又紧张，又刺激，又帮老百姓满足了很多需要，又带动了国会的改革。我是抱持着这样子一个观念来，真的是三观正确，所有公众的意见都说得非常的彻底。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，请各界不要用负面的思维来看这一场良性又健康的拜会，绝对没有外界所形容的什么私设行堂，或者是要密室协商交换什么样的东西。最主要的，我们两边是针对国会改革的理念和的议题，怎么样健康的让台湾的国会能够更进步。韩昌是联手出来讲，大家想想济。除了讨论民众党四大国会改革诉求，前一天黄国昌阁出题目，讲即马双调位的制度爱改做一个党，韩国瑜敢同意？没有谈到单一中委制这个部分。没有，我们就谈到郭昌兄所前面所提的四项改革。再来，民进党昆昌会嘛要来民众党拜访，第十一届立法院长想选会条，足紧咱就知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